么什么？哎，你们好讨厌啊！你们好讨厌，不能够这样子。对，大家好，我是冰封夕阳。然后我现在要直播卸妆了。哎，对了。这件衣服有点冷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我为什么？你才是冰封夕阳呢。嗯，其实心里平时是很 office lady 的一个女人。嗯，九尾妖狐已经回去了，九尾妖狐已经回他的艾欧尼亚了。呵呵。要直播卸妆的吗？嗯，群里面的管理员有在吗？在的话，同意一下那个申请。脸上还有胡须。说好的直播卸妆，化妆棉在这里啊，卸妆水。等会儿我看我戴哪个眼镜好看一点。是啊，直播卸妆。卸妆怎么了？我卸妆以后一样能见人。其实本来就没化什么妆，很淡。为什么这么多人看我卸妆，有意思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冰封夕阳。嗯，有人说过我长得像张靓颖。可以啦，差不多卸完了，眼睛上还有一点点。乱乱
擦干净了，已经没有粉了。你们不信是吧？那是这样子好不好？这是一瓶卸妆水，然后我这个是。区别大吗？没，不是，我是本来就长得漂亮。扎头发扎起来好看还是不扎好看，这样子一般都是这样的。好了，可以。哦，对，我去喝点水，我去喝点水。谢谢大家给我的鱼丸，然后主播是个 coser， 其实平时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打扮，我也不是24小时都那么被什么狐妖附体这样。对，主播是挺，我说做 cosplay 服装出租的呀。看脚，给你们看个鞋好了，反正我也胖不了啊。不会玩狐狸，如果你们真的有什么狐狸3000把胜利的那种，可以。等一下看脚搓炉石手跟着得了脚气一样怎么办，我已经加入神抽狗协会了。这么喜欢看脚，哎，你们是哪个主播过来查房的吗？然后集体说看脚看脚，为什么我今天房间这么多人？我也是不脚没有什么不好看呐，我脚挺好看呐，只是我脚有点大，每次拍那个鞋子的广告，他们出厂的鞋子都是35、36的拿过来拍，你知道吗？我脚38的，实在是挤不进去，然后我只能拍。